从这一刻起，你不再仅仅是你，而是在一起的我们。我们是一群来自五湖四海，通过创立属于自己的事业，努力实现自由人生的安利创客。欢迎你的加入，我们将从此刻起一路同行。伙伴们好，又见面了，我是安利创客乐乐。大家好，我是娜娜。在安利成长的每一天，陪伴是最珍贵的，所以我和乐乐作为安利创客，愿意陪伴各位新的伙伴打开你的事业局面。是的，今天我和娜娜要和大家聊聊对你、对你身边的朋友、对那些未来可能对安利事业感兴趣的朋友都息息相关的话题。哎，娜娜，你能猜到是要说什么吗？从我开始对安利产生兴趣，到我成为安利创客，到一些身边的朋友来和我聊安利这个机会，基本所有的人都感兴趣的就是做安利挣钱不？不得不说啊，这真的是个好问题。哎，娜娜，做安利挣钱不？我通常面对这样的问题时，我必须先问你一个问题，请问今天这个社会，你认为的挣钱是什么？是透过个人奋斗，还是想一夜暴富？是要脚踏实地，还是想走个捷径？如果前者，咱们有的聊；如果后者，哎，就只能尬聊了。好犀利的答案。是呀，安利挣钱这件事情吧，一定是以多劳多得作为前提的。你透过分享产品带来顾客群的消费，可以；你善于组织带动更多的创客一起创业，可以；你精进努力，透过分享培训传授经验，也可以。哎，每个安利创客都在安利不断成长，经验累积会越来越多，你能扮演的角色也会不断变化，而你收入的结构也会不断调整。总之，所有付出的努力都将体现在持续并不断提升的报酬中，而且收获的比期待的会更多哦。来来来，今天我们早进来几年的两个创客就和大家说说安利怎么挣钱。首先，比如说我大爱安利的每一款产品，又是一个超级爱分享的人，我那些妈妈群里的好朋友只要看到我分享一个产品，就会问东问西，然后我就利用安利提供的数字化工具转发产品介绍和链接，妈妈们购买之后，然后我作为创客就获得了产品销售的报酬。分享产品一定是每个创客起步的开始，而销售报酬一定是安利创客始终都会有的收入。这个收入的计算依据最核心的还是你创造的销售额，同时要综合净营业额和销售指数来计算。哎，停一下，需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净营业额和销售指数。净营业额就是要考虑到消费税，把它从销售额里去掉之后，剩下可以用来计算奖金收入的金额。而销售指数是要平衡不同时期的市场物价变化，来调节销售的生产力，保证我们创客的收入与实际生活指数同步。娜娜解释的相当清晰，基于这几个指标来计算，大家可以拿到从3%到21%不等的销售报酬。当然，这里还没有包括公司在不同时期提供的不同的电子优惠券的赠送。怎么样，看到了吧？就是一项销售报酬的计算背后，都是公司全方位的综合考量。我吧，从小数学就不好，看出来了，看到数字就晕。具体计算方式，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新版企业锦囊中安利创客手册里的30到31页。你倒是挺省事儿的。我嘛，虽然对数字挺在行，但也基本不操心这些事儿，因为每个创客可以非常方便的通过安利一联网、云服务和数码港等电子渠道，直接查到个人的净业额、销售指数、报酬比率等等相关的信息。是啊，
这都不叫事儿。刚刚说的销售报酬只是安利收入的一部分而已。如果某一天你发现不仅仅分享产品挣点零花钱，完全可以像我们俩一样当成一个事业来做，那你可以把身份变成一个与安利合作的经销商，有一个自己的工商营业执照，成为一个独立的法人，那你的收入还会有不同。成了经销商，除了分享产品带动销售之外，你可以建立自己更广阔的消费市场，并且把自己的经验推广分享给市场中的伙伴。公司看到你的付出，会邀请你来提供推广服务工作，并约定一笔按月发放的服务费，感谢你为市场推广做出的贡献。这个推广服务费有个16字口诀：预先约定，固定数额，按月发放，定期核查。伙伴们注意了，有一天你要努力获得这个推广服务费，证明你真的是在安利事业上上道了。但是注意了，销售报酬也好，推广服务费也好，都还是安利收入的一部分。当我们不断努力成为营销助理或更高的级别时，就会有机会参加安利特别设计的丰厚的成长奖励计划，拿到一笔成长奖励奖金。据说这笔奖金可是相当丰厚呢。哎，乐乐，咱们俩可是要努力了，目标非常清晰呀。必须的。问题是刚刚说的奖金也还是安利收入的一部分。我的天哪，还有什么通通拿来。安利的收入鼓励的全方位的贡献，鼓励你销售，鼓励你拓展市场，鼓励你分享经验，鼓励你帮助他人成功。如果我们未来成长为市场的领导者，就像我们身边那些带着我们创业的优秀领导人一样，能够影响帮助到安利事业在全球的发展时，你参与的可就是创业者奖励计划了。这个回报有多大，估计要我们先做到才能形容得了吧。嗨，这么说吧，就是你吃的蛋糕就是全球那么大的蛋糕呗。哦，可以这么说吧。这可不是我们画的大饼啊，这可是身边无数创客银行卡里实实在在领到的钱呐。哎呀，说到这儿我不得不夸一句啊，安利公司的财务部和电脑部也太强了吧，数以十万计的人的业绩要一分不差的计算成奖金，还要一个子儿都不少的准时的发到每个人的银行卡里，这事儿必须攒一个。总结一下哈，安利收入这件事儿，不以身份背景或者加入先后为标准，只看重努力和汗水。哪怕你只是微小的进步，都会送去鼓励和回报。如果你有更大的贡献，那就等着收获丰硕的果子。哎呀，娜娜，这一趟和新伙伴梳理下来，愣是把我自己给讲兴奋了。是呀，不说了不说了，赶紧干活去了。伙伴们，走起，加油！